黄色处女主世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我们现在来到普罗维登市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天文台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自然博物馆和天文台，每个人门票2块钱。这个是恐龙化石，这是鸵鸟，这是狼，这是乌鸦，鹿妈妈和鹿宝宝，狐狸，这是北极熊，这是棕熊，这个鸟漂亮吗？你看。鱼的化石，看看这里海里的各种珊瑚。这一片还像蘑菇了，你看，哇，这里是个球，这个有点像人的大脑。这是狮子，还有三个小狮子，这都是动物标本。这是工作室，鹦鹉，这是印第安人的手工艺品。这是天文方面的，这是一块陨石，这是矿石，硫、磷、硅，这香味色的标本。这是宇宙模型，这是火山岩，这是图腾，
是古人用的工具。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